嗨，我们英语群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个汤圆目前的位置呢，在我们台南的新化，很高兴会访问到呢我们正宗番薯民。哇，这个老板在这里，你好。哇，这个番薯民哈，在这边呢，这个卖呢我们正宗的这个新化名产哈，有多久了？哇，他们家卖了20多年了。我们目前有卖些什么产品？我就是这个番薯饼吼，这个是讲上古早，古早味啊，番薯饼。古早这个白底。哦。这个番薯饼吼，伊都有分分干干的，伊都卖过。番薯酥。这个是讲，这个吼，这个很卖过，这个番薯酥。哦。这个讲有番薯酥，对身体健康有害。哇，这卖来跳，跳而又做番薯饼。这番薯饼吼，要蚵仔饼吼，蚵仔饼的原理吼，甲番薯饼是同款。食起来对咱的农村民身体啊，种类来无无面粉的，而且农村民有加工的，伊未来咱面粉有味的吼。有种地瓜酥。不加面粉的啦吼。种个地瓜酥。烧了做起来哦，做这个番薯汤哦，这番薯汤的味道吼，从这做锅外看起来简单。我记得你这种你这哪一个比较不甜？哪一个颜色还比较甜？这原味是黑糖的。它的甜度哈82度。有什么叫做82度？什么几度？就是讲伊无做防腐剂。伊的甜度是82度。伊寿命4个月，有只会生果就下掉。你较袂变啊？跳这边，这边是40度。40度就是讲伊的甜度吼，攀阿哥啊，阿哥啊，你看这吼，伊的甜度是来讲，这边82度用红糖的丝。因为什么用糖？我平地吼是用糖做，我海是一样，我咧食品也是安尼用。我这迄个掠鱼诶吼，我海拢也是安尼咧变。咱平地吼就古早平地用糖去用糖去做防腐安尼。防腐的，而且这不加防腐剂的，我们加化学。一滴多点，好就我这个40度诶，7天以内你爱嚼你啊，嚼不掉就袂使啊。明仔载你上你打住个，明仔载你无爱食你啊，就长一礼拜才嚼了。即摆佮即个是82度，伊即吼，如果咱唔用真空诶，真空迄就应该，即是你老乡鱼，老乡鱼就是讲伊即较古早做鱼啊，无咧做。古早皮诶，伊即吼，佮啊鱼拢合起伊就乡鱼，伊寿命啊120日咧，都死个。死个伊来伊无只是生果，但生果又煮来食。有可能即吼来讲，半冬一冬都袂歹。了解，所以。哇！即摆做起来，再有这边吼，古早物件吼，从古早愈简单愈好啦。这个锅底，这个出边这个锅，这个是咱现做起来安尼，小只吼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慢慢啊会好个。做起来看伊吼，你看好只，低多少40趴的地方，伊个每个是定1:1啊。你汉族做到一斤，你每个一斤啊。就1:1比多40趴，看我的。哇！这边系当中吼，呢系我哋嘅，我哋嘅老手老将嘅，我话你听真。好棒哦！哇！我们英语学麦的观众朋友，汉族嘅物件吼，古少人食，古早有老人不会食，古少老人知我食呢个，少人唔知我食呢个，即个时代改变，哇！啲汉族是好呀，人嘅食呢。好呀，人西边拢食汉族，食条食麦当劳贵，好嘞，名。时代改变啦，好呀，人食咸淮，来拢对身体好汉族。食条食麦当劳贵，好感觉，时代会改变。很有道理啊。就是安尼啊，你这汉族食你食济哦，对啊，是个一件好，你个消化啦，好精神啦，欢迎我们英语学马的观众朋友，汤圆老师也热情的推荐呢。我们呢，创立在1977年，现在已经40几年了。哇，让给正宗番薯民，他们有网站哦。哇，不管你在哪里，对不对？可以上网加入他们的粉丝专页哦。谢谢啦哈，谢谢。我来形容哈，完全。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，接着记得当圈的独家采访，谢谢你。我们英语新闻报，下次见哦，谢谢。